欢迎家人们啊！皮蛋子。来，咱们点点亮啊！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儿。现在能发货吗？我想买磨牙棒。磨牙棒的话，明天能发货家们啊，明天能发货。但是咱家除了狗粮发不了货，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发货，家人们，除了狗粮发不了啊，其他的都可以发啊，因为咱狗粮走的是韵达快递，然后呢咱家现在啊韵达快递还没开通，知道吧，所以除了狗粮以外的东西都能发啊，就狗粮发不了。哎，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伙是不是今天晚上都是慕名而来呀？看我四哥是不是？是不是都是过来看我四哥面子啊？看我四哥今天晚上学牛叫的这个啊，家人们，等一下啊！车上没有磨牙棒，都要睡觉了。欢迎大家伙啊！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再睡啊！看一会儿吧，看一小会儿。行不行？替三兄弟点点亮，磨牙棒在第29个链接啊！磨牙棒在第29个链接，第29个链接这个磨牙棒啊是给大狗吃的啊，给大狗吃的磨牙棒。然后呢，哎呀，小狗吃的磨牙棒在第60个链接呢，小狗吃在第60个链接呢啊！磨牙棒明天也能发货，家人们也可以发货啊，但是明天发的话是发中通快递，中通快递也很快。啊，尤物镜能上车吗？尤物镜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啊，我得看看有没有尤物镜。尤物镜，等一下，行吗？啊，尤物镜现在没有啊。等会儿，我再看，我再找找，我再找找。啊。有乌镜在哪可以领养小狗？我不知道啊，咱家小狗不可以领养，家人们啊。女的好多呀，但是咱家不往外不能那个啥呀，家人们，咱家多，但是呢没有，家人们留物镜啊。好了，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直播间，我送你一个拉布拉多，你要不要？我不要，咱家不要狗狗，家人们啊，我们家不要狗狗，谢谢谢谢啊，感谢哥哥啊，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能把狗狗放在我们家，家人们
你能把狗狗放在我们家，也是对我最大的一个信任，是不是？啊，也是对我最大的一个信任，感谢啊。狗也不卖，咱狗也不卖，老师啊。那只蓝猫怎么最近没看着呢？那猫呢？包在这儿呢，包子。包子现在胆大了，包子现在下地了。俺家包子现在下地了，包子你说胆大不？包哥，幽静是找不着链接吗？幽静，我之前的链接还真没找着，我给你找一下子吧，行吧？你别着急啊，既然你想要的话，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啊。他应该是下架了，知道吧？那个链接，刚才我找了，找了之后没有啊，我寻思怎么能下架呢？我回头翻一下子，还有没有？现在翻一下子，没有啊，家人们，现在是贵，知道吗？之前不是39.9块是六个吗？现在贵，知道吗？现在是59.9六个，不一样，跟之前链接不一样，所以就没找。啊，59.9往前六瓶。啊，这个不太好，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所以我就没上。超威的。59.9六个，我没上，不好。啊，你在别的地方再瞅瞅吧。啊，虽然说卖给你59.9六个，你愿意买，我也赚钱，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贵啊，我觉得不划算，因为之前才39.9，现在59.9，有点太贵了，你都不如上超市里去买去了，知道吗？真的不如上超市里买去了，太贵了，合着10元一瓶了快。啊，我给你看老大脸，老大，老大呢？老大没事儿，家人们，老大脸都好了，他不让我看，老大脸不让我看，我给你看看来，老大。啊，你看啊，不动，老大不许动，老大定，不能动，他总是动，他总动，看着吗？看着吗？他总动呢，我不敢扒他脸，啊，家人们，我不敢扒老大的脸，我怕扒老大脸之后吧，家人们，我怕扒他脸之后啊，他这个脸再让我给挠开了，整开了不太好，知道吗？老大，拿坐下，看老爷，看老爷这，看不着，看不着，啊这儿呢，啊，没事儿，他也不出血了。都好了，皮蛋子，你看皮蛋要干啥？皮蛋你要上，皮蛋你要干啥呀？这皮蛋一会儿不得挨咬啊？我觉得这皮蛋一会儿不得挨咬啊？这皮蛋子，皮蛋子你要干啥呀？皮蛋子，啊，你要上，他上三元身上，你看，家人们，他感觉三元身上暖和，哎。他上三元身上，他可能感觉地上凉，是吧？你也把三元霍霍的，你看，你看他要干啥？那是皮蛋子，啊，他可能要想上三元脸上去，想上三元头上，因为三元头上可能是热乎还是怎么事儿，家人，啊，耍流氓？不会吧？皮蛋哪会耍流氓啊？小皮蛋呢？皮蛋，我看看，皮蛋可不会耍流氓，皮蛋。我看皮蛋会耍流氓吗？皮蛋子，你干啥呢？皮蛋子，哎，干啥呢？皮蛋子，大皮蛋子，我买了一个，我之前不是买过那啥吗？家人们，我觉得这样很危险，家人们，我觉得这样很危险，不行，咱给皮蛋做绝育吧，啊？不用给皮蛋做绝育吧，我觉着很有可能老他挨咬，家我觉得有可能挨咬，你们信吗？你们信吗？我觉得一会儿皮蛋呢，我也不管他，皮蛋身上肯定会有个口子，你信不信？我觉着啊，老四一会儿肯定会给皮蛋的一口，为啥呢？家人们，同样都是公狗，我估计老四一会儿肯定会急眼，我感觉他肯定会急眼啊。不要觉得必须得，
他要是挨咬了，那可上大了。我觉得挨咬的话，家人们，我觉得皮蛋子如果要是挨咬的话，三了三。别再整出个新品种了，把老四绝育最好的选择。这家皮蛋是真喜欢 Seven 的啊，皮蛋是真愿意跟 Seven 玩啊，皮蛋子啊，品种差108000里还急眼，真能急眼，真能急眼。皮蛋子，哎，你看皮蛋子，哎，你看皮蛋子，哎，啊，身一点毛没有，赤裸裸的人受伤。皮蛋，你给我来，皮蛋子来，我跟你说，一会儿你挨揍啊！皮蛋，你看吧你，一会儿你挨揍了啊！啊，一会儿你得挨揍了，皮蛋子，我把皮蛋关起来吧。我之前不是给小迷糊买了个这玩意儿吗，家人们？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小迷糊晚上不是瞎叫唤吗，家人们？于是乎，我给小迷糊买了个这个，家人们，买了个这个东西。但是呢，啊，但是呢，家人们，让我意外的是怎么的，家人们？这个东西让我买小了，啊，让我意外是这东西买小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么点东西，谁能带上啊，家人们？没想到皮蛋能带上这个东西。哦，这些东西相当于给皮蛋买的，我给你带上啊，我给小皮蛋带上啊，家人们，这些东西不是给小迷糊买的吗？我给你们看啊，小迷糊带着什么感觉啊？既然小皮蛋呢现在不听话，小皮蛋现在不听话，咱把这东西给皮蛋带上，行不行？老四带不了，老四肯定带不了这东西啊，啊，让皮蛋带上啊，家人们，皮蛋子，皮蛋来，皮蛋。既然啊，老四带不了，咱们小迷糊带不了，咱们这个东西啊，咱就给皮蛋子安上。皮蛋子啊 ，OK， 你说给皮蛋子带上合适不合适？这样啊，你们说合适不合适？啊，后面正好卡上，看不着，家人们。后面正好卡上啊，本以为这个东西是给小迷糊准备的啊，家们看不着后面，本以为这个东西是给小迷糊准备的，没想到家们用在了皮蛋子身上啊，太让我出乎我的意料了，家们啊，恭喜皮蛋子啊，喜提鸭嘴套一枚，恭喜皮蛋子啊，还挺好看，玩去吧。好了，玩去吧。福妞，这皮蛋我看还干坏事吗？皮蛋子，操，福妞，把你给他咬坏了你！谁干的？啊，没想到给咱家皮蛋子用着还真挺好。这个不长毛的不会冻着吗？冻不着，你放心吧，家人们。就咱家这屋里头，你光屁股都没事，咱这屋里头小皮蛋不可能冷，皮蛋不可能冷，家人们知道吧？啊，下棋不？皮鸭子皮蛋子好玩。老四啊，你看看你昨天搓完之后，你今天还要搓啊，你昨天搓完今天还要搓。四哥也是没有办法了，四哥其实想给赛文洗，但是我四哥今天呀实在没办法了，还得照顾照顾他那个年迈的老媳妇儿。四哥还得照顾照顾他这个媳妇儿。他皮蛋是什么品种？皮蛋是那什么，家们啊，皮蛋呢是那个美国无毛梗，家们啊，无毛梗。谁干的？他手上咬皮蛋的这个东西。小皮妞，你再咬，你再咬，
小皮蛋带的东西谁都不能咬啊！我告诉你们，小迷糊，尤其是你迷糊，尤其是小迷糊，皮蛋的东西谁都不能要啊！多好看呢，多好看呢！看看小皮蛋带那玩意多好看啊！你看皮蛋还挺厉害的，看皮蛋还挺厉害的，看不着，哎。看着皮蛋还挺厉害呢，啊，皮蛋谁家的？咱家的呀，家皮蛋就是咱家的，皮蛋就是咱家的，家们，咱家一个新品种，韩哥给咱们家的，家们啊，韩哥给咱们家的啊，那小狗太可爱了，还咬塞们呢，帮皮蛋弄起来吧，没事儿。家们给皮蛋戴上没事，他一点不解，那个东西可松了，知道吗？我觉得戴着挺好玩，它挺松的。这个东西戴上嘴上，家们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吧，家们，你们家里如果有小狗的话，你们可以给自己家狗子买一个这个东西，知道家们？可以给自己家狗子买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家们就可以防止狗狗出门乱吃东西，知道吧？出门乱吃东西，戴上这个就可以，这个可松了，你们看一下子啊，家们看。看面松不松？看松不松，家人们，特别松，一点不紧啊！这东西可以防止狗狗乱吃东西，知道吧？别的啥都没有，就是防止它乱吃东西的，戴上好看，啊！说谁干的，老爷？腐妞，我一说谁干的，腐妞就跑回家了。我一说谁干的，腐妞就回家了，家人们，啊！把门神的门打开，门神我包哥，包哥呀，门包哥回家呀！你看包哥干啥呢？包哥干啥呢？包哥要舔，包哥给他磨了一磨他那个上锈已久的啊大哑铃。玩啥游戏吧？皮蛋是不长毛的狗吗？对，家们，皮蛋就是这个不长毛的狗狗啊，这老大小迷糊啊。其实这个东西我给小迷糊也安排了一个，家们，但是。小了，家人们，就适合皮蛋用这个东西，就适合皮蛋玩，啊，包子想媳妇了，该给包子找媳妇了，家人们，今年，家人们啊，我最近我高低给我家包子找一个啊，年前的确是没找着，啊，年前没找着，为啥呢，家人们？因为的确没有合适的猫，知道吧？没有合适的猫，啊，我想给包子找一个胖媳妇儿。像包子一样，他毕竟咱们毕竟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啊，是不是？你还得给包子找他这个脸型呢，你找别的脸型的不得劲儿，不好看呢，家们，知道吧？还得找他这个脸型才可以啊。先让包哥抓点耗子吧，包哥不抓耗子呀，包哥他也不抓耗子呀。你让包哥抓耗子，不大材小用了吗？包哥是抓耗子那个人吗？包哥是抓猫，是抓耗子那样的猫吗？那不大材小用了吗？包哥适合在家当老板，包哥适合当老板，在家甩手掌柜的。包子和狗狗关系很好吗？必须的呀！啊，我觉得你觉得挺好玩，其实他都咬，他谁皮蛋不咬，皮蛋一点不咬。皮蛋呢？谁干的？皮蛋来，你别咬他，你咬坏了。他皮蛋他真不咬，你看着啊，皮蛋子下来，来，走，你看他真不咬，你看，他真不咬，你看，你看他咬吗？他真不往下咬，你看啊，皮蛋习惯了。你看不敢咬吧，你有的狗它往下咬，你看皮蛋咬吗？皮蛋往下咬吗？家人们，皮蛋不往下咬吧，看看是不往下咬，是不是啊？主播，你让猫哥和皮蛋打一架吗？谁厉害？猫哥跟皮蛋打一下子，我跟你说，皮蛋肯定打不过他，皮蛋指定打不过猫，我告诉你，家人们，一爪子皮蛋就不敢往上上了。棕色的狗怎么还断尾了呢？因为棕色的狗是泰迪，家人们啊。
木耳涨价了，木耳现在没有，没有现在啊，现在木耳没有。啊，没有木耳了。包子，你下来跟皮蛋玩会儿吧，行不行？包子，你让家人们，咱让包子和皮蛋玩会儿，行不行？我给包子和皮蛋他俩整点好吃的。包子和皮蛋他俩整点好吃的。俺家包子和皮蛋呢，说实话，他俩都没见过面啊。他俩小的时候见过面啊，长大之后还真没见过面，行不行？我整个好吃的，让包子下来，然后把他们几个都关起来，是不是？我现在就让包哥下地。行吗？明儿回家啊，我让皮蛋跟猫玩一下子啊，猫玩一会儿来，我先把他们几个关上啊，来来来，进来来，啊，他俩关一块没事啊，家人们，老大和虎妞他俩关一块没事啊，啊，塞吧，老四。你们俩跟他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去吧。啊，小石头做完绝育了啊。老四跟小石头在一块儿，他也怀不了孕，他不可能怀孕，他怀不了。啊，三个进来，来，给三个拿好吃的。我给三个拿好吃的啊。我肉干呢？我肉干呢？肉干在这儿呢。我找肉干，让三个回家。啊，三个过来，来进笼子，进笼子来，进这儿，进这儿来，三个来。进进来进来，好。你明儿进去，明儿进去啊。好，三个进去。三个进去，啊，好，皮蛋呢？等会儿我去找个好，找个好东西吃啊，家人们，我去找个好东西吃啊。你们在这看皮蛋，啊，你看皮蛋往下摘这个圈了吗？哎，皮蛋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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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皮蛋摘这个圈了吗？没摘这个圈吧？他不会摘这个圈吧？你看小皮蛋都已经带习惯了这个东西，因为刚才我给他带过一回，我刚才给皮蛋带过这个东西，所以小皮蛋他都已经带习惯了啊。等我一会儿，家人们，一分钟啊，一分钟。皮蛋没挠吧？家人们，皮蛋没挠他这东西吧？小妹妹，皮蛋什么狗？他是美国无毛梗啊，家人们啊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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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美国无毛梗。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让包子下来，来，咱让包子下来，来，好好的，
它也不叫唤，给它带摘下来多难受。来，皮蛋呢？皮蛋来。15号链接给5袋麦芽棒是吧？15号链接。15号链接是4袋，现在是4袋，家人们啊，这个链接是现在是4袋啊，不是5袋。5袋之前的话是39.9是5袋，现在是4袋了，家人们啊。皮蛋呢？皮蛋来，快点来，皮蛋来，你出来，皮蛋呢？你出来。我给你宰了他，我给你宰了啊！不是，不是，皮蛋，我给你宰了他。王哥，王哥，包子，包子，过来，包来个羊羔吃，来，包子来，快来！你不想，你们不是想看包子吗，家人们？啊，皮蛋带的有链接吗？没有，没有链接。皮蛋带的没有链接啊，等会儿等啊。皮蛋呢？看看你见过吗，包子？皮蛋呢？包子？哎呀，皮蛋没见过包子。皮蛋没见过包子。皮蛋喜欢包子。皮蛋更喜欢包子，皮蛋子啊，皮蛋喜欢，皮蛋真没见过包子啊，真是，皮蛋别挠着你啊，皮蛋别挠着你了，皮蛋子啊，你这皮蛋尾巴摇的，包子来，这皮蛋子啊，这什么品种的狗狗？皮蛋追在上面去了，好了好了，他俩关系好了，看不着。包子现在观察，随时动手，看着吗？他俩关系好了吧？啊！来来，三味汁叫唤，三味汁叫唤的啊！不要了，是不是？是不是？米花，包子也没有几个啊？没有，是不是？好，再吧，吃一个，再吧，吃一口来。好了啊，好了啊。乖皮蛋子，皮蛋下来，皮蛋子。把猫包子走下来啊。晚上这么叫有名，什么意思？没事啊。咱家这块没有任何的邻居啊，家人们啊。好了，皮蛋子，皮蛋吃不吃？哎，你要印一半，哎，小皮蛋。小包子，皮蛋，包子，啊，皮蛋来，皮蛋上来来，皮蛋，包子，哎，皮蛋一口，包子一口，再给大皮蛋一口，皮蛋。再给皮蛋一口，再给包子一口。那大皮蛋的双眼皮，你看，你看大皮蛋的双眼皮，皮蛋粥，这是什么品种的狗？哎，实质上皮蛋跟猫咪长得还挺像，他俩。我操，皮蛋你厉害呀！皮蛋你真牛，皮蛋你真牛，皮蛋子啊，你真厉害，皮蛋子。没事啊，家们，俺家猫一点不怕他。
没事，皮蛋子没事。咱们你说猫能害怕吗？我觉得这猫它肯定不能害怕。都好好的，包子你看还要急眼呢，包子。这皮蛋就不害怕它。哎，你说狗打狗为什么比包子胆大呢？包子烦它。猫害怕，害怕早就跑了。真妈！这要搞谁，谁都害怕。猫的了，我包子，你他妈离他远点，包子啊！皮蛋子，你离他远点啊！他别他妈挠你啊！这皮蛋说怎么玩意儿？他他妈打我啊！这皮蛋太淘了，这皮蛋子啊！完了，皮蛋子谁了啊？没事，包子肯定，你包一点不害怕，你看包一点不害怕啊，家人们，这皮蛋太欠儿了，这主要皮蛋太欠儿了，家人们，包皮蛋子，操，啊，你皮蛋子，这么皮蛋吓出尿来了吗？这不是皮蛋子啊，这皮蛋这不吓出尿来了吗？家人们，这皮蛋子咋整的？咋搞的？皮蛋子，啊？皮蛋子是不是也害怕了啊？包子，包子来，咱吃营养膏来，包子来，啊，包子没事啊，包胆大，好，来，啊，你让人一半啊，包子和皮蛋他头一回见面，他俩，他头回见面，家人们。包子和皮蛋太有意思，啊！上火了，故作镇定。皮蛋的有点上火。哎呀，他能不上火吗？皮蛋也是属于公狗啊。他这么嗨你，皮蛋他要打你。皮蛋子，包子要打你，包子。那皮蛋胆挺大的，啊，他绕道跑，皮蛋绕道跑，啊，皮蛋胆真大，家人们，他胆真大，其实胆不小，是不是？包子寻思什么玩意儿？这他妈啥品种啊？这是？啊，我老子咋没见过这品种呢？包子来，啊，雪貂几个蹦头，雪貂赠送一个蹦头，家人们，雪貂赠送一个蹦头啊！皮蛋脸是不是有伤啊？皮蛋脸上。啊，这脸是不是坏了？他这种狗啊，家人们，皮蛋这种狗像他性格像什么狗呢？家人们，皮蛋这种性格狗，他像什么狗呢？是像那个猎犬一样，是不是家人们？他的性格，猫不动没事，一动他就找你啊。猫现在不动没事，你看着啊。包子不动没事。皮蛋也是我家的狗，猫也是我家的猫，啊！
操嗨你操。包子好了不逗他了啊。来出来吧包子来。出来大包。哎呀大包厉害啊。大包厉害大包。大包他上桌子上。你吧。大包他上桌子啊。他上桌子够不着你包子。他不会上桌子。包子你上桌上他不会够不着你啊。包子。没事包子啊不用管他啊包哥不用管他。皮蛋是美国无毛梗家吗美国无毛梗。皮蛋子家吗你说皮蛋和包子谁长得吓人啊起来皮蛋子给包子吃包子你起来。真的把给皮蛋嫌弃的啊差点挠了包子差点挠皮蛋子好了不玩了包子来好了啊没事给包子吓够呛。詹姆说包子害怕了吗他可能是有点紧张他肯定不是害怕你听见他什么场面没见过呀那跟小明后在一块掐架都掐过包子跟小明后在一块掐架都掐过就跟小明后掐过架。包子没跟别的猫掐没跟别的狗掐过架就跟小明后在一块掐过架包子不害怕包子没有害怕的意思的。你看包他就是烦的我感觉就是啊你看就对他有提防。哎皮蛋跟小迷糊似的。皮蛋包子粥有这种粥。皮蛋瘦肉粥。给你一个。但皮蛋呢小迷糊从来不搭理包子家人们。小迷糊肯定是不搭理包子。皮蛋精力真旺盛。皮蛋呢小啊这孩子小啊。皮蛋小啊他肯定精力旺盛啊。他总愿意聊着包子你看。我放他们几个出来怎么没有毛呢那本身就是美国无毛梗啊。把三三放出来三三可能生气了把三三放出来啊。再把三三放出来。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点点亮。有需要狗粮的咱的狗粮现在有活动家人们啊狗粮是现在咱的狗粮是199米家人们咱玩游戏吧行吗吃的啥吃的营养膏喂食营养膏啊 ,199 米 ,20 斤的狗粮所有狗都能吃不挑品种啊跟咱家四拼粮一样只不过是五拼粮多了一个冻干生骨肉五拼粮多了一个冻干啊美国无毛梗挺贵多了一个冻干家人们啊多了一个冻干生骨肉啊加量不加价啊20斤好多酒肉啊小迷糊终于出来了盒子磨牙棒非常好主播什么时候盒子磨牙棒搞活动盒子磨牙棒现在有活动家你们说的盒的还是罐的就是盒那个磨牙棒啊在下方小黄的第14个链接的家人们在第14个链接就现在我给你讲解这个链接这个链接一块钱一只家人们这个磨牙棒是一块钱一只啊拍30个发一盒家人们之前是20个一盒现在是30个一盒啊
你干啥呢？你干啥呢，皮蛋子？啊？你咋呢，皮蛋子？啊？你怎么咋这么活跃呢？啊？你咋这么活跃呢，皮蛋子？啊？皮蛋子？啊？我跟你说，让老四出来收拾你啊！我四哥登场，四哥闪亮登场。我看你怕不怕我四哥？有请我们家老大闪亮登场！啊，这个摩牙棒是30根起拍啊，家们啊，不要拍20根，拍20根吧，还得给拆开，家们啊，你们直接拍30根啊，拍30根的话，我给大家伙拍30根的话，给大家伙发的是一整盒。啊，一整盒，谢谢家人们的支持啊！皮蛋看上三位大美女了，昨天看上谁了？昨天皮蛋子看上谁了？家人们，昨天皮蛋子，刚才说错了，罐装磨牙棒，平时39.9块，活动32多，那个没有，家人们，那个现在没有了，的确没有，现在那个已经卖空了，啊，哎呀，那个已经卖空了，没有，现在没有货，啊，得等一等吧，最少得半个月，家人们，最少得半个月有那个货。啊，四哥一口就给头咬掉。家人们，你也不要这么说，你也不要这么说，家人们。其实当初我怕老四，就是怕老四哐当一口给小皮蛋给咬了。但是家人们，如果要是一物降一物怎么办呢？你们说对不对，家人们？啊，是不是？如果要是一物降一物呢？如果老四真要是怕皮蛋子呢？你说老四能不能怕皮蛋子？啊，他既然不怕皮蛋子，小老四为什么怕石榴呢？啊，你信不信，家们？皮蛋子如果要真要是厉害呢，真要下死口呢，给老四咬坏了，真给他咬害怕了呢，是不就一物降一物了？对不对？磨牙棒1块钱一根，家们啊，1块钱一支，啊，这个磨牙棒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的，啊，1块钱一支，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家们啊，老四又去搓澡去了，玩点什么游戏呢，家们？咱给出个主意来，家们，咱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伙替三元爹出个主意，好不好？啊，咱看看咱一会儿玩什么游戏。咱不能总这么看热闹，是不是？总这么看热闹没有意思啊！整个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家人们？主播你媳妇呢？我媳妇不跟我直播了，啊，我媳妇现在不跟我一块直播啊，我媳妇休息了啊，因为我媳妇太辛苦了。沙发上哪个谁？那个是小老四和小石榴，那是老四和小石榴。11点了还能玩游戏吗？能玩游戏啊？啊？能玩游戏啊？哎呀，皮蛋子，三文发情了，知道家吗？所以皮蛋喜欢三文啊。这小矮个，你瞅你小个啊！你这房子真大呀，7管严了。你说。咱直播间成啥了，家人们？你这成啥了？那边有搓澡的，小皮蛋呢？这边有搞对象的，啊，老四在上面给搓澡呢，啊，这啥地方啊？这干啥呀？这是啊，这俩公狗，幸亏给小迷糊做绝育了，家人们，你说咱多明智，当时多明智吧，家人们啊，老四服务不能孬，那肯定是不孬啊，家人们，那他妈是脑瓜子啊！这么是脑瓜子皮蛋子，你说你那肯定是不孬啊，家人们，这服务肯定是到位呀，这早给搓的。能舔出花来呀。玩游戏吧，家人们，整不了了啊，弄臭了一会儿。你家人们，你就说家人们，咱这么说吧，你这小石头后背臭不臭啊？你说你这小石头后背臭不臭啊？这指定他妈老臭了。老四啊，白给石头洗澡了。
你说你这个大臭嘴，你这给石头舔的。越说越来劲，他妈越说越来劲啊，这都他妈戳破皮了，戳秃噜皮了，四哥，你瞅瞅后背让你戳的，这都戳秃噜皮了，这真他妈得劲儿啊，我都羡慕的呀，我都羡慕呀，家们这多得劲儿啊，这里啊，四哥你给你老爷也戳一戳，家们咱就说啊，咱不说别的，你就说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啊，你在你不嫌弃老四埋汰的情况下，就比如说老四非常干净，他这么给你搓后背的话，你感觉得不得劲儿，家们你就说得不得劲儿就完了啊，泰式按摩。不得劲儿啊，这家伙给舔的啊，这家伙给舔的。老四专业搓澡，我估计老得劲了，家们。老四这个服务最少598，家们啊，老四这个服务最少598啊，你便宜都整不了啊，598还得给你关门，这种的啊。想当初四哥给老大搓的多，长此下去，石榴皮肤受不了。家母就告诉你吧，他脑瓜上怎么整的，家母，小石头头上为什么是白的，他头上为什么是白的，他的眼底下为什么是白的，家母，我告诉你吧，肯定都是老四舔出来的，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他头上为什么是白的，家母，包括脸上，看家母，包括小石头这个脸上，你看他脸上可干净了，啥伤都没有，看家母，为什么脸突然就泛白了呢，我跟你说这都是因为老四舔的，知道吗，你看这边脸，家都是这边脸，你就这脸呢就像是浇了那个硫酸一样啊，家人们啊，老四那个刷子，老四那个舌头就跟硫酸一样，家人们，那天天舔天天舔，那谁能受了啊，啊，是不是，那谁都受不了，你瞅这脸给舔的，家人们，就跟毁了容似的，你看会舔的会活呢，你说背后舔完舔前面，你说四哥，你说你四哥能整了啊，岁数大了也白，但是小石头岁数大吗，家人们，小石头跟7-Eleven一般大的，比7-Eleven还小半年呢。俺家7-Eleven六岁生日刚过，小石头还不到6岁呢，5岁多一点儿。啊，老师有口臭，给石榴舔白了。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一说的，我一看你们说这话的，指定是男生，老铁们，指定是男生。哎呀，行了，老四歇会儿吧，行不行？咱能歇会儿不？啊，没事，你学一学牛怎么叫。老四，牛怎么叫？牛，去你大爷！牛他妈叫这么叫唤呢？牛，哞，哞。你说你见着小石头之后，你怎么蒙圈了呢？是老牛是哞，哞。行了，靠你哥的，闷闷的。老四说不好意思，老爷啊，紧张了啊，我见小石榴就紧张。老四说，老爷啊，我一见着小石榴就紧张，咋办啊？之前老爷有事闻，老四没有口臭，老四肯定是没有口臭，家嘛啊，他口臭肯定是没有，但是呢，老四这总这么舔的话，对小石榴皮肤肯定是不好的，知道吧？肯定是不好的啊，家们，但是跟口臭没有关系，老铁们，跟口臭的确是没有关系。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点点亮啊，家们，待会儿想要压缩毛巾的啊，咱家这个压缩毛巾啊，9.9元。9.9元20个压缩毛巾啊，19.9元50个压缩毛巾，29.9元100个压缩毛巾啊，9.9元20个，19.9元50个，家人们，29.9元
100个压缩毛巾，而且是加厚的压缩毛巾，吸水效果特别好，可以反复的搓洗都没事儿啊，反复的搓洗都没事儿，家人们啊，有需要压缩毛巾的，皮蛋找错地方了。老师口水好多呀，整不了啊，家人们，我把小石头关起来的话，老师就开始舔 seven 了。我把 seven 都关起来，我老师开始趴那地方不动地方了，吃也不想吃，喝也不想喝了。啊，老师开始犯心病了。皮蛋是那个美国无毛梗，家人们啊，他是那个无毛梗，美国无毛梗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龙猫成龙狗了。龙猫成龙狗了什么意思？龙猫成龙狗，欢迎啊。咱家压缩毛巾，家人们啊，9.9元20枚，19.9元50枚，29.9，100枚压缩毛巾，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怎么干起来了？哎呀，玩什么游戏呀，家人，咱不能总这样式的呀。五猫猫叫龙猫，是吗？我真不知道，家人们，我没听韩哥说过呀。啊，皮蛋黑包公爱上了。屎尿精，尿坑精，我操！皮蛋，完了，皮蛋，操皮蛋！这皮蛋真的给他做绝育的呀！啊，这皮蛋我真的给他做绝育的呀，家人们！啊，皮蛋呢？这皮蛋子他妈的真危险，老铁们，真危险！你说皮蛋子，这皮蛋要他绑住屎时候咋整？还他妈绑！啊，这皮蛋子还绷，这小狗怎么这样式儿呢？现在这小狗家里头，这帮狗这什么风气都啊，这家里头什么风气都啊，啊，皮蛋子过来，也不反抗。我跟你说，家人们啊，就是不管是公狗和母狗啊，不管是公狗还是母狗，他们吧都有这方面那个什么，家人们啊，你看看，老铁们，母狗，家人们啊，他们都想延续他这个基因，知道吧？就是那叫什么东西，那叫什么现象，家人们？其实他们吧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好基因呢、啊，家人们传递下去。我估计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想把自己的好基因传递下去。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啊，感谢哥哥送来的礼物啊，谢谢家人们啊，谢谢大家伙，咱给榜一点点关注啊，乱套了，作风不正，是不是？就是想传递基因啊，有这个意识，这叫领地意识还是什么意识？家人们，这个行了，一会儿他妈省干封号了个屁的了，鸡蛋再不听话我就揍你的屁股啊！我看你害不害怕？我看皮蛋害怕不？解释到位啊！完皮蛋再嘚瑟，再嘚瑟皮蛋，看我脑，我看我揍你屁股不？皮蛋子啊！我看你打你屁股不？啊！皮蛋子啊！正能量了啊！正能量了！玩什么游戏呀、啊，家人们啊？西亚混合够500克吗？家人们啊，你们想拍这个零食的啊，鸡鸭混合各500克的话是104米，家人们104米啊，鸡鸭混合各500克104米。咱家这个我现在给你们讲解这个零食啊，家人们，它是一个无添加的啊，里面是100%肉的，家人们，这里面是100%的肉啊，不添加任何的淀粉。老四你能歇会儿不？你看看你要干啥呀，老四你能歇会儿不？这身上有一个好地方吗？
你要干啥呀？你能不能放过石榴啊你呀、啊、能不能放过石榴啊？你瞅瞅，从头到尾，你瞅瞅这块，你瞅瞅，你瞅瞅，从脑瓜子到脖子，再到后背，再到腰部，再到屁股，看看看前面这个，看看这前面舔的，能有个干净地方吗？能不能别祸害人呢？老四啊，你俩到底他妈啥关系啊？这都做绝育了，你俩啥关系？这800年前给小石头做完绝育了，这怎么还这样式的呢？你到底喜欢他啥？老四老爷问你，你喜欢石榴什么？真他妈无敌了，老四，你真他妈无敌！你把腿合上，腿别劈开呀！那他妈能四仰八叉让老四舔呢？四仰八叉让老四舔呢？哎呀，我的妈呀！能歇会儿吗？老四，你他妈能歇会儿吗？你非得让我给你急眼是不是？他妈，你还知道换地方？哎呀，我是真服了，石榴，你就说吧，家们，他还知道换地方，舔完前面舔后面，舔完后面舔前面，舔完前面舔后面，舔完后面舔侧面。你看，哎呀，我的妈呀，真他妈行！哎呀，这夫妻呀、啊，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啊，家人们，床头吵架床尾和呀，老铁们，这事的真是整不了。你这样不扰民吗？喜欢洋气石榴子宝瓶，哎呀，能歇会儿不啊？能歇会儿不啊？我非得给你们两口子拆散呢，啊！我非得给你们俩拆散呢。你觉得身上能有个好地方吗？你瞅瞅，你瞅瞅身上舔的，哎呀，我搓澡都没搓这么干净，我给他搓澡我都没搓这么干净。人小石头身上可香了，家人们，人小石头身上可香了，这整的身上妈臭烘的，真的了，真的了，服了，家人们，啊，小石头平时身上可香了，味儿可好闻了。自从在外面洗完澡，每次在外面洗完澡，做完那个美容回来哈，家人们啊，小石头身上就跟喷那个香水似的，回味都可香了。这让老四整的那臭烘的，你说老四那张臭嘴，啊？来，咱玩游戏，简简单单玩游戏，过来来。啊，这回站着搓，简简单单玩游戏啊。咱来这个，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那个什么吧，家人们，给你们推荐一个，咱这个，那个鸭肉条啊，一盒鸭肉条，非常划算的一个一盒鸭肉条啊，鸭肉干
一盒鸭肉干，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的这个一盒鸭肉干啊，在下方小黄车第56个链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子啊。猫哥也过来，咱这个一盒鸭肉干儿，家们啊，它是一个400克的，看见没？里边有家们，咱在这个里边链接里边有鸡肉有鸭肉两种口味的，家们啊。这个链接里边有鸡肉有鸭肉，家们啊，这叫一盒宠物零食，烘干鸭胸肉还有烘干鸡胸肉，它的含肉量啊达到 90%， 家人们，冻鸡肉和冻鸭肉的含量达到 90%， 含肉量本身就特别高，而且是400克的，家人们啊，400克的里边量非常足啊，家人们，里边量非常足啊，你看这鸭肉的，家人们，这鸭肉的这一包里边大概就100多个，家人们，猫狗都特别喜欢吃，家人们啊，看不着，来给老四虎妞一个，小迷糊一个，小迷糊给虎妞一个啊，老大一个，小老再问一个，给石头一个，石头一个啊，皮蛋一个，来皮蛋子给皮蛋一个啊，29.9块一包，超级划算，老铁们啊，别人家卖39.9块，老四给老四一个，别人家卖39.9块，咱家只需29.9块，家人们，29.9块，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啊，下方小黄第一个链接，有需要的，有想吃的，家人们可以拍的这个啊，鸭肉干鸡肉干都有，家人们，这个链接里面有鸭肉干也有鸡肉干啊，主播口粮20斤的199，没有火腿肠，现在没有火腿肠的，家人们啊，因为现在咱家199米就给你们发20斤的狗粮，家人们，原先是179是16斤的啊，原先179是16斤，现在是199是20斤啊，家人们，而且多了一个冻干啊，咱家现在的狗粮多了一个冻干生骨肉，又买了一只狗，这种品种不经看。我跟你说，家人们，皮蛋其实挺精看的，皮蛋其实挺精看的，只不过是你们没看习惯皮蛋子，你们感觉皮蛋子不好看。快来，我觉得皮蛋挺精看，挺好看的。没了，说来吧，皮蛋来，出来吧。老大是那个，为啥不让老大上镜？为啥不让老大上镜？我没说不让老大上镜啊，咱家老大每天都上镜啊，家人们。咱家老大每天都上镜，从来没说不让老大上镜。老大坐这儿来，啊，坐好了啊，老大，看来这儿，啊，皮蛋是耍流氓吗？不行，把皮蛋关起来吧，行不，家人们，让皮蛋回去吧。啊，皮蛋的没他没被老四咬就已经啊谢天谢地了。点点亮，家人们啊，来，皮蛋子，乖皮蛋来，这见皮蛋见。进去，皮蛋进去，来进去。皮蛋可能有点小的事儿，知道吗？我估计老四爷也是把他当成孩子，是不是？皮蛋做绝育没有，皮蛋没做绝育啊。这给皮蛋做绝育不跟敲猪似的吗？啊？是不是？之前买过4斤和8斤的，现在想买20斤的。姐，20斤的，你之前买了4斤，买了8斤的是吧？你可以买20斤的啊，因为咱家这款狗粮比之前的狗粮还多了一个冻干生骨肉，而且呀，家人们啊，199米就20斤了啊，199米20斤，比原先便宜多了啊，比原先便宜多，而且这个狗粮里边还多了一个冻干生骨肉啊，狗粮里边还是冻干蛋黄、冻干鸡肉粒、冻干鸡肉松啊，家人们啊，冻干生骨肉啊，鱼油、羊奶粉、鲜苹果、鲜胡萝卜以及益生元啊，螺旋藻粉啊，营养价值特别高，家人们啊，狗粮的话得21号可以发货，这款狗粮21号可以发货，只需199米就可以买到20斤的狗粮，冻干5品粮啊，含肉量高，家人们啊。皮蛋好玩，我把皮蛋关起来了。皮蛋关起来，咱玩游戏了啊，家人们啊，玩半小时游戏吧。我看看啊，昨天家人们，咱昨天玩的什么游戏？昨天玩不是玩的那个有毒的游戏吗？咱看今天好不好使，行不行？咱们今天看今天好不好使啊？一样，我今天我学聪明了，家人们，我拿一个跟那个什么。啊，我拿一个别的零食，就是跟我给的奖励这个零食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拿那个零食我跟他玩这游戏啊，拿同样零食的话玩这游戏不行，我发现了，家人们，我也拿一个陌生的游戏，家人们啊，
鸡鸭混合，欢迎家人们啊！塑料盒的磨牙棒有吗？没有了，家人们，现在那款磨牙棒没有，现在那个真没有，真卖完了，家人们啊！我也想给你们卖那个啊，那个真是狗狗都，我家狗都特别喜欢吃那个，但是那个有，那个真没有了，家人们。这个你说这个手机支架用着用着它就你看用着吧，它就那个什么栽歪一边去了。这手机支架不行啊、哦、便宜没好货呀，这手机支架真是便宜没好货呀，好货不便宜。老爷呀，好，拿这个，拿这个啊！谁的哈这声？那肯定是我四哥的呀，那没别人啊，家人们，肯定是四哥呀，还能有别人吗？只有我四哥的哈这声才这么大。走，走啊！下方小黄车所有的宠物用品现在都是活动价，家人们啊！现在都活动价，会有需要囤狗粮的呀，好吃的啊，来进来，来三小姐，虎妞，虎妞进去，虎妞来，你看虎妞这个家别的狗不愿意进啊，三小姐来，三小姐，老大，小明白，三个进来，进来，小明进，小明进去，问我四哥，问我四哥啊，敢问我四哥，老爷拿的磨牙棒，我家狗的可爱吃了。你说的是我现在拿这个磨牙棒吗？这个磨牙棒咱们家今天也是有活动的，家人们啊。这个磨牙棒今天是拍一发四根，19.9元，大洗大洗刷刷磨牙棒，拍一发四根啊，才19.9元，家人们，这个啊，你们有钱。但我是可以拍的，这个啊，我看这几个链接啊，大洗刷刷这个。好了，在倒数第二个链接，第63个链接啊，老四，别转悠了，石头进来，石头来，石头进去，老四出来，老四出来，石头进去，石头，操！说啥话都能听懂，说啥话都能听懂人话。最喜欢四哥，四哥很可爱，这一天天的也够累的了。啊，四哥你坐这儿来，四哥坐下，你坐这儿啊，咱训练一下我四哥啊，家人们看我四哥好不好使？欢迎燕姐姐啊，欢迎咱们的燕姐姐，咱给燕姐点点关注，感谢我燕姐姐送来的大火箭，
谢谢姐。啊，谢谢姐送打火箭啊！我拿手机支架去。老四来，四哥来，四哥上来这儿来，来来好。让我四哥坐这儿，四哥你坐这儿，四哥来，你坐地下。老四来，你坐地下，四哥来坐这儿。好，四哥坐坐坐好了，坐好了啊，听话啊。有牧羊犬吗？没有牧羊犬，咱家不是卖狗的啊，家人们，咱家是宠物，宠物直播的啊，咱家不是卖狗的，家人们啊。好，往后点，老四，好动，四哥不准动。拍了一单20斤的狗粮，感谢哥哥支持啊，谢谢啊，谢谢姐啊啊，谢谢来自广东市汕头市的姐姐啊，谢谢姐啊，相信三兄弟，咱家这款狗粮适口性非常好，你放心拍就完了啊，咱这款狗粮全都是好评啊，老姐们，全都是好评啊，来试验一下我四哥，咱们看我四哥听不听话，四哥站住了，四哥来。老子叼住了，四哥，四哥把这东西叼住了，四哥，你把东西叼住了，四哥，老四叼住了，咱试一下子，老四把东西叼住了，不许动，老四叼这里，老四看看你，把这个叼这里，放心哥，叼这里，等会儿咱住，咬住，老四咬这里。拖有拖，哎好，好来四哥老三，拖有拖老三，你看他真吐，说是不是吐了家们，是不是吐了？我四哥是不是会了？给四哥奖励，我四哥是不是会了？啊，什么主播？铲屎主播，铲屎官啊！来，老四啊，看我不吱声，家们啊，我不吱声，你看老四吐不吐啊？来，谢谢家们送来的礼物啊，感谢燕姐姐送的礼物啊，谢谢燕姐姐啊。看我不吱声啊，他肯定不吐，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家吗？啊，昨天不就会了吗？昨天我四哥没会，没太会。老四哥坐下来，老四坐下来。四哥昨天没太会啊，四哥坐下来。好，感谢家人们啊，感谢燕姐姐送来礼物啊，老四来。有毒，老四吐，有毒，老四吐，有毒，四哥吐，有毒。说晚了，家人们，说晚了，来晚了一步，家人们，老师没听懂，说晚了，啊，支持三文家这几个好姐姐都好漂亮，感谢啊！今天和昨天唯一的区别就是换了一个磨牙棒。老师，你不能动，老师啊，你不许动啊，四哥，你先叼住，你别着急吃。来，四哥来，别着急吃，怎么的？不着急吃还不行啊？老四，别着急吃，老四来，好，停，不对啊，拖，有拖，拖，老四，拖，哎，好，奖励一个，真乖，真乖，老四，真听话，好了，坐下来了，很听话啊，家人们，他没吃，看了吗？我说有毒，我四哥竟然没吃。啊、哦！哎，老四，有毒，有毒，老四，有毒，老四有毒，有毒，毒！变相虐狗，变相虐狗，姐，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目的啊？你感觉三，你感觉我是变相虐狗，啊、哦？咱也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你感觉我是变相虐狗，啊、哦？我为什么要变相虐狗呢？啊、哦？我在学和老家狗学习才艺，你要是不愿意看呢，你可以不看，对不对？咱这么多人都没说我虐狗，为什么只有你单独你一个人说我虐狗呢？对不对？我是哪得罪你了？是怎么的？
是不是？咱这么多人都没说我虐，我虐狗，我跟着老师一块玩游戏，为什么我怎么就成虐狗了呢？家人们，对不对？虐狗是怎么的？家人们，虐狗是把它关到笼子里头，也不让它出来啊！你在外面吃好吃的，也不让它出来吃，那样式的虐狗，对不对？家人们，我是拿着零食跟老师做游戏，这也不属于虐狗啊！啊？奖励和零食不要用一种游戏，是不要用一种弄的话，它不叼啊！老师把这东西叼住了，再来，一二三，老师这东西叼住了，再来，它不叼啊！你瞅瞅，老师叼这个，老师。老师，对的，叼住了，叼住。有毒，有毒。好，你这是这样的呗，是不是？这样会儿老师对这他本身不喜欢吃这东西啊。老师来，喊住，有毒。老师，喊住。咬住是的，咬住，好好，咬住，吐，哎，哎呀，有这点意思就行了，啊，好了，有点意思行了，这么晚了还训练狗，太不道德了，啥你都有了，直播间。三出来，来让三出来，啊，三，老师过来，来，老师进来吧，老师，过来这里来啊，不行，老师上哪里都不行，还真的跟屎尿在一块儿，老师上哪里都不行，家们，这几个笼子进哪里都不行，知道吧？他还真正的跟屎尿在一块儿，来，我，谁来进进进，我怕，啊，老师，你让三位出来，我怕三位有小迷糊。啊，你要跟腐妞在一块关着，我怕老师咬腐妞，跟谁在一块都不行。三出来，来，三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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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啊，好，你看三问啊，好，三你坐好了，坐坐坐坐坐啊，看咱三问啊，听不听话啊？王翠，王翠来。三班，这件事你交住了，注意到，注意到，过，好，你看三班这种是怎么才能交出来的呢？啊，三班，对对对，好，三班交住的，注意到，所以啊，咱们三班有的时候啊，他也不需要教，他也不需要教。他也不需要培养什么东西啊，三文他就懂这个意思是吧？啊，家人们，不要说，注意到 ，no， 不能动啊！坐，你看，他能叼住这个东西，是不是？詹萌啊，你看我让三萌啊，三你坐来，坐坐坐，来坐坐。看着啊，我让三萌护食，我听我啊，我让三萌护食。三萌，这东西放这儿啊，你爸能拿走吗？不能拿走，能不？啊，那你把这东西给我吧，啊，给我行，好，我拿不行，是不是詹萌？啊，詹萌是不是？我拿不行，那给我行，是不是？三你别动，往推推，啊推推推推啊推。三萌，这东西我能拿吗？啊，拿走了啊，拿走了，看不着，看着家吗？拿走了啊，啊，拿走了，你还在生气吗？吐给我，吐，拜拜，来收起来，吐我手里头。哎，你看看，都拿走行吗？啊，退退退退，看着家吗？
三爷就这一点啊，他非常懂，他懂这些东西，知道吧？老爷买的东西能发货吗？可以发货，明天就能发货，但狗粮发不了货啊，狗粮发不了。来，退，让退，退，好，放了啊，拜拜，对不对？顶住了，大家顶住了啊！等等，顶住了，顶住了，不能动，不许动。是啊，好，放手里，怎么着，家人们？坐，大家坐，坐好，好宝贝啊！再表演个才艺，来吧，再表演才艺啊！家人们，顶住了。抬头，抬头，抬头，抬头。叼住，没叼住，他这没叼住啊！刚才这个厉害吧，家人们，这刚才是厉害啊！我家狗子看我家里嗑瓜子，自己学会了嗑瓜子了。反正三爷会嗑瓜子，三爷不但会嗑瓜子，家人们，三爷还会干啥呢？啊，反正三爷嗑榛子，嗑啥，嗑松子啥的，嗑核桃都会嗑。啊，好，看看啊，再展示个才艺啊，再展示个才艺。三班，八班你，下面有几根磨牙棒？三班，不，不是，三班，八班你有几根磨牙棒？你坐好了，你坐好了，坐好了。三八班你，三班，你把这个东西。老四他俩还吵吵起来了，你看看，哎，你看啊，看啊，这舔鸡眼了，这是啊，四个说我靠，两口吵架了，家人们，好了，看这哪儿呢，家人们，老四气的直踢盆，老四不敢靠近了啊，往四个这点出去了，不敢靠近了。啊！是不是？两口吵架，一会儿就好了。好了，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都出来吧。啊！塞万，那零食怎么让你给吃了呢？塞万，营养膏怎么卖？营养膏是两支，知道吗？两支营养膏39.9元。两只营养膏39.9元啊，营养膏在第几个链接了啊？营养膏在第20个链接，家们啊，39.9元两只卫士营养膏，一只营养膏啊是，一只营养膏是120克，家们总共是两只卫士的啊，家们。哎，皮蛋出来吧，就对媳妇好。啊，老四就对媳妇好。老四咋的了，四哥？四哥你咋的了？媳妇给欺负了？老四啊，让媳妇给欺负了。老四啊，你为了在几号链接？我为了这个，我给你看一下子啊，家人们，我这个好像在第二，倒数第二个链接啊，不是倒数第二。我给你讲解一下子啊，到第56链接，家人们，我为的是鸭肉片，家人们啊，这个是29.9元一包400克。鸭肉片是29.9元一包400克鸭肉片，家人们啊，这个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啊老好了，这个零食含肉量达到90%，家人们，这个鸭肉片烘干鸭肉片在这儿呢，家人们，含肉量看着冻鸭胸肉90%啊，粗蛋白大于等于55%，营养价值特别高
啊，补充多种蛋白质，这个啊，补充多种蛋白质，这个家人们啊，蛋白质就营养物质啊，老铁们啊，一大包400克才29.9元啊，老铁们，刚才我没给谁？我刚才给老大了吧？刚才我说就两个零食，我顺少就给了，我给谁了？我是不是没给迷糊？我没给迷糊吧？没给迷糊。然后老大好像给了，老大给没给忘了。腐妞，腐妞没给，腐妞没给是吧？给腐妞一个啊。石榴也没给啊，石榴也没给。啊，老四好像也没给，皮蛋没给是吧？老四和皮蛋没给。啊，皮蛋小明我刚才给了一个。啊，皮蛋呢？吃不吃？啊啊，老四没给，老四，我四个没给，都给。为什么我家毛孩子爱吃新鲜肉，不爱吃肉干呢？可能是你给你家的狗子喂新鲜肉喂习惯了，知道吧？他有的狗狗吧，家人们，他吃新鲜肉是怎么回事？啊，习惯了，猫啥的，啊。它因为狗它本身就是一个肉食动物，在很久很久的之前，在很久古老很古老之前，他们在没有学会生火之前，他们是吃生肉的，知道家吗？啊，在没有成为啊宠物之前，他们是吃生肉的啊，因为没人给他们煮熟，知道吧？哎，他们更喜欢吃生肉。啊、哦，人家不说人不之前不也是吗？也是喜欢吃生肉，但是后来找了一场大火啊，找一场大火，哎呀，这熟肉好吃，结果都吃熟的。啊，拍了一单，啥时候发货？明天发货，家人们啊，明天就可以发货。啊，宅子宅着一盒烘干鸭肉片，明天就可以发货。咱家下方小黄车啊，家人们啊，有需要啥的话，待会儿可以拍单啊。这个零食嘎划算，有鸡肉有鸭肉的，家人们，又有鸡肉又有鸭肉啊，一包400克，多便宜啊！买啥去，家人们，对不对？一包400克，这么一大包，而且这个是我，家人们看这看这个鸭子长的，是不是我像不像我四哥？看这个表情像不像我四哥？家人们，啊，是不是？这眼皮子耷拉的跟我四哥像不像？这纯纯的我四哥代言呢，家人们，纯纯的我四哥代言呢。皮蛋够不着，好吃吧？我才能用丑狗粮，家人们啊，皮蛋四哥鸭子太像了，这眼皮在那耷拉着。29.9元一包，家人们啊，29.9元嘎嘎划算啊，一包是400克，有鸡肉有鸭肉两种口味啊。我好像没给他们刷盆呢，家人们，今天没刷盆呢，我也把盆子给他们刷一下子啊。该打老四脸上了，666啊，此时此刻公屏666应该打在老四脸上。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等我呢，没刷盆儿，晚上把盆刷一下吧，然后开搂。哎，这饭没吃了呢，快来，快来，一、二、三。先把地下这吃了的。我顺手把这盆刷一下子啊！今天还给他们几个吃罐头，家人们。我今天还给他们几个吃罐头，盆一个盆儿，两个盆儿，三个盆儿，四个盆儿。六个盆儿，这是六个盆儿。这盆就不用刷了，这盆也不用刷，那喂水的盆儿，
把这三个盆刷一刷，还差一个小盆儿。这盆也不用刷啊，我等会儿啊，家人们，我去拿个罐头去，我去给他们拿个罐头。迷糊不知道配合你吧，小迷糊也知道配合我呀，家人们，小迷糊也是懂配合他啊，队伍越来越壮大了，没办法，家人们，小皮蛋子啊，我老丈人那块现在养不了，他只能放寒暑假的时候养。小皮蛋子只能说放寒暑假的时候养，现在这个时候只能在我咱家养着，我也是没有办法，家人们知道吧？我也不想用，家人们啊、哦。但咱皮蛋子是也是咱们家的狗，也是咱们家成员之一呀、啊，家人们，对不对？我不养的话，谁养啊？放不下，我老丈人说放不下，孩子马上开学了，对不对？我老丈人想要。皮蛋，欢迎家人们啊！我一张皮蛋，钙片也有，家人们。我操，狗片儿，钙片儿啊？什么啊？来，皮蛋，回去皮蛋了，稍微过来。我记得原先是不是有只狗叫神犬皮蛋，家人们，片是多音字，片，片儿，皮，狗片儿，我操！不好意思啊，老铁啊，没往这方面想，我没往这方面想，家人们，
啊，实在是抱歉啊，没寻思啊，所以不知道你说啥，有点装糊涂了。老四已经完活了，来，我给你踩桌子。这家伙真的把我说话当放屁一样。老四坐下，辅警，老四，上来，额外老师来，坐下。我给你舔的呀。一床他妈你舔的啊！这他妈狗还能要吗？上一个位置，坐下，三位上来，三位上，三位上来，三位上来，三位上，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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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第二上上，啊啊。坐好了，坐好了，坐好了，坐明白了，坐好了啊！小明坐好了。Seven 爸，小心点儿，别给 Seven 弄怀孕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了。你说谁呀？皮大了，皮大了更哭。真的 ，Seven 要怀孕了，我这名字我倒着写，真的。我把我大名我倒着写，老大都怀不了孕，你感觉你感觉老都这么多年了，老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养狗这么多年了，老四回来，不傻，你瞧我媳妇，你还得挤没地方了。我这老弟，我这来，我再来，我这么点来，别挤了，别挤了。老弟，我这么点，来老弟，来老弟，好，不用好。就现在养狗养这么长时间啊，狗子都没有怀孕。小石榴它本身就是失误，家伙。石榴本身就是食物，知道吧？狗粮啊，家人们啊，有需要狗粮的话可以拍单狗粮。咱家狗粮是199米20斤啊，非常好的一方狗粮。咱家狗子一直都在吃什么狗粮，家人们啊？这是一个冻干五拼粮20斤的狗粮，家人们啊，冻干五拼粮，油泉的奶草好狗粮的啊。有需要冻干粮的，需要一款好狗粮的家伙啊，待会儿我会去拍一单。啊，这狗量好，含肉量高，啊，狗子喜欢吃。其他的没。冻干五拼粮啊，只需199米。拿包子盆吧，拿包子盆。啊，拿包子。啊，都一样的。坐下。我给分一下。我皮蛋少分一点就行。来，坐下吧。坐好，坐好，我可以，可以坐下。放松啊，分罐子。老四干啥去了？
你坐好吧，洗冰棍。吃个饭，一会儿就出来了，别耽搁啊，别着急啊。狗粮199米，20斤，五斤粮。皮蛋老四，牛二。老四，你要干啥去？吃太多了，没事，能吃狗多点吗？来，过来，来，来来来，过来，来，坐坐来，坐坐来，坐坐坐，老师你坐着，不让分分放啊，往那边坐，来，老师。别看了，老四，你俩一个在头，一个在头啊！坐。那必须一个在头，一个那头。老四，不能动。咱们家这都已经成规矩了。你往后一点，印一个位置啊，老师，一人一个卧，啊，一人一个卧，吃东西不能串，别着急。能看皮蛋子的时候，能看皮蛋子吧，都可以看着吧，不许动啊。不是，就你从你这块插就不齐，要插你就插不齐，那也不知道为啥每次都从你这不齐。不许动啊，不许动啊，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咋了？就说你这掐不齐，不行。来，皮蛋子，皮蛋子，皮蛋子，过来。
老实点儿，怎么样？哎呦我的妈呀！你齐一点，你哥，一、三，哎呦妈呀，不齐，哎，还是不齐呀、啊。你看老四，他也不吃啊。四哥他也不吃啊，我看四哥干啥去？我看四哥要干啥？四哥呀，我倒是想看看你要干啥今天。啊，我看看你要干啥，老四，你不吃饭你要干啥？啊，四哥。我看你不吃饭你要干啥，老四啊，一个狗子挺好挺好了，还教程那么高，公公就是事多都吃不下饭，他主要是咋的家人们，小石榴发情了，他吧啥也吃不下去啊、嗯、你看看又去给人舔，又去给人搓澡，一心给人搓澡，还哪有心思吃饭呢？是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醉翁之意他不在酒，他跟酒没关系啊！啊！吃饱之意不在饭，啊！他就想研究小石榴。包哥。包子，明天下班你们总感觉狗狗吃饭，包子是不是也该吃饭？其实吧，包子跟他们吃的饭不一样，包子跟他们几个吃也吃不下去，吃不进去，他跟他们也吃不到一块去，知道吧？他们吃的点也不一样，咱包子吧是到处溜达，他啥吃都行，知道吧？包吃什么时候吃都行，啊，到处溜达。包子，是不是？你看包子现在本身就胖，俺家包子长身本身就胖，没毛长的那是什么狗？家们那是美国无毛梗，家们啊，其实皮蛋长挺好看的，啊，皮蛋长得其实挺好看，啊，只不过你们可能看不顺眼，可能看不惯的事儿，啊，再加小皮蛋现在吧，家们。我跟你说家们，皮蛋子如果要是胆大一点厉害一点，你们肯定认识了，肯定会认识皮蛋子啊，像小迷糊一样啊。我喜欢那家包子咋呼，包子一点不害怕他们啊。现在我跟你说，包子如果是怕是下出应激来，他早就应激了啊，早就应激了。十二链接的罐头啥时候发货？十二号链接的罐头，我看一下子啊，明天就可以发货，家人们。哎，十二号链接的罐头，咱们家一直都在发货，家人们，明天差不多就能发到你了，好不好？啊，咱家这个罐头是家人们一共是六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子，咱家我今晚再给咱家狗狗分这个罐头，家人们，我晚上给狗狗分这个罐头，就是咱家现在这款罐头啊，这是一个大罐肉。家们，咱家这个罐头它的名字叫大罐肉，家们啊，一大罐肉啊，一大罐肉，美味看得见的大肉块，真肉配方，低脂美味，补充蛋白质啊，家们，牧场放牧饲养，咱家这个罐头啊，家们，它的冻鸡胸肉的含量大于等于 50%， 冻鸡胸肉 50%， 冻牛肉 10%， 啊，家人们，冻牛肉 10%， 啊，含肉量达到 60%， 一共是明天就可以发货，狗子嘎嘎喜欢吃，家人们，不吃给你包退，家人们，不吃包退啊，相当喜欢吃了。下方小黄车有想买罐头的家人们，待会儿都可以拍到咱这个罐头啊。
啥意思吗？皮蛋的危险。皮蛋呢？我就是怕那个什么家人们，再帮狗咬他，知道吧？尤其是老四咬他。去去，皮蛋呢？去，去不去？我不喜欢他，不喜欢皮蛋子。去，皮蛋子，人能吃吗？人不能吃，啊、嗯，专门给狗子吃的，不能吃啊。29.9元6罐，总共是2250克啊，家人们，一共是2250克罐头啊。感谢咱家燕姐姐，咱们给燕姐姐点点关注，家人们啊，一号麦燕姐姐啊。感谢冰茉莉送来的大啤酒，谢谢冰茉莉啊，谢谢姐啊，谢谢咱直播间每一位送好朋友朋友送礼物的好朋友啊。唐先生，你说唐先生为什么每天我都能看着你，我为什么每天都能看着你，从去年在杭州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能看着你，为什么你的粉丝团怎么才5级呢？正常一年了，而且是每天都能看着你，一天涨一点，一天涨一点，这不涨满的话，我感觉你应该也是10级粉丝团了，啊？我基本是天天都能看着他，从开直播一直到结束的时候，全程可能是啊，一打眼就能看着他，啊。嗯，又吵吵起来了。金刚粉，我们也是纳闷呢，是不是？你看咱直播间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成为10级粉丝团了，啊，他应该好几个号。16是不身上毛成天湿乎乎的，他本身就那样式的家伙，尤其是老四舔他的时候，他每天毛上毛都湿乎乎的。啊、哦，你说要不小石榴，咱们要小石榴，这家伙小石榴，皮蛋给塞文挠后背呢，皮蛋给皮蛋好孝顺的家伙，皮蛋子，啊、哦，他好会献殷勤呢，他会给塞文挠后背呀，啊，皮蛋会给塞文挠后背。狗粮涨价了吗？主播没涨价，家人们，狗粮不但没涨价，而且还便宜了啊！家人们，199米是多少斤呢？是20斤。原先你们买的是8斤狗粮，是99米。8斤狗粮是109米。原先家人们，109米8斤，然后呢，然后是179米是179米是16斤。啊，现在是20斤的狗粮才199米，没涨价啊。皮蛋需要个凳子，拉倒吧，别扯淡了。这样生出个拉布拉多无毛梗咋整啊，家你可别扯了。拉布拉多无毛梗那啥玩意儿，长得像小迷糊那么大啊，长得像小迷糊似的。啊，小迷糊老弟，这小迷糊老弟啊，我老弟给我生了个弟弟，我老弟怎么还能给我生个弟？我老弟给我生了啊，我老弟给我生了个叔叔，他够不着家吗？他够不着，没事儿，我觉得皮蛋肯定是没事儿，啊、嗯。好，踢你一脚，嗯，拉不拉梗？肯定有，家伙肯定会。不能那么整啊！那肯定不，他们是分开的家，他平时的时候分开的，就是皮蛋子跟他们晚上的时候也分开啊。昨天晚上就给他们分开了。因为小皮蛋子在我爸那边住的时候，他就自己睡，你就给他关起来就可以，不用给他关在屋里头。给他关在屋里头吧，家人们，他
他总叫唤，给他搬关别的屋，他反倒是不叫唤。你都皮蛋子，给你学坏了，老师。狗粮啥时候发货？家们，狗粮明天就可以发货啊！狗粮明天发货啊！有想买狗粮的，咱来这款狗粮啊，明天发货，老铁们啊，明天发不了，狗粮得2月1号能发货啊。宠物用品的话，明天可以发货，宠物用品明天可以发货，但是呢，狗粮得啊。2月1号才能发货，2月1日。行了，防备四哥也没事，四哥他们平时不在一块儿，老四跟 seven 他们俩平时是分开的啊，老四和 seven 他是平时分开遛。啊，他们在不同的笼子里头，他们都是分帮的啊。就是我晚上怎么关，我爸爸他有的时候他就怎么遛啊。你看早上的时候，我没遛的话，我爸起来遛，我怎么关他就怎么遛，所以啊，他就不可能有情况，因为时间分开了，他们不是同时出来的。老四是单崩了啊，家们啊，老四是单崩出来的啊，咱家也就老四。必须单蹦出来，不能跟狗狗子一块出来，跟别的狗子。好了你。刚才你出去那会儿，老四跟三文配了，不可能。不可能吧？啊，我一会儿看回放，不能吧？老爷就看不到。老爷看不到，刚才真有吗？家人们啊？老爷刚才没看到，三万刚才被老师骑了，不会真的怀孕吧？说了好久了也看不到。他怎么可他们今晚骑 seven 了啊，家人们。老四今晚不是一直盯着石榴吗？他今天晚上不一直盯着石榴，一直看着石榴吗？怎么还看着 seven 呢？啊，就咱今天从开播子的时候，老四一直也是盯着石榴啊，是不是？我没看着他看 seven 呢。删他，儿子和妈妈生宝宝，是的，碰三文了，别咬啊！你俩别干起来啊！我告诉你啊，你就太自信了，老四疯了，关起来吧，四哥关起来吧，明天晚上直播不带四哥了，行不行？明晚直播不带我四哥了。我四哥疯了，家人们，四哥疯了。四哥，你回去吧，四哥。啊，狗时间长没事，他没成功应该是没事，家人们啊。我明天我再不在这屋的时候，我再出门的时候，我把老四关起来。瑞友早就封号了，啊，我把老其实正常你爬上去了，啥也没发生是没事的。我明天还得给他封起来吧，还要给他关起来吧，明天。看住吧，老爷，他们毕竟是动物，不懂亲情。我知道，我也知道，家人们，我也知道。你看咱家，我一直管得很严格，家人们，知道吧？老四跟咱家其他的狗啊，小石榴存意外，为啥有意外呢？家人们，那家伙，你浑身上下动用浑身的所有脑细胞，你想不明白为什么小石榴能被老四给配了，啊？你动浑身上下所有的脑细胞，你都想象不到，啊！老四能给老石榴给配了，那咋都，把都把不住，可以说把都把不住，那怎么就有了呢？啊，防，说实话，小石和老四之间嘛，我也没防，我也不感觉能有事儿，因为小石榴太小了，啊，没感觉能有事儿，
两次，那何止是两次，那都三次。第三次做绝育的时候，人家说了肚里有，那肯定是老四的，不用寻思，不是别的狗的，指定是我四哥的，知道不？那他们是纯意外，家人们啊，一配就两次了。小皮蛋也注意了啊，皮蛋那个没事吧，家人？皮蛋要明天晚上不让皮蛋来了啊，就给他一直关外的，不让他来，等三元完事再让他出来啊，闻那味儿了，核酸棒。嗯，皮蛋呢？小皮蛋，哎，行了，家人们啊，咱们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啊，明天见，行吧，家人们，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你们也是注意休息，家人们，祝咱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晚上做个好梦，都睡个好觉啊，家人们，大伙都睡个好觉。三元爹呀，也该去遛狗去了，啊！对小皮蛋，一会儿就把皮蛋的晚上不跟他们在一块儿啊，家人们，谢谢咱直播间每位好朋友们啊！我得领他们出去了啊，然后呢，大家伙早点休息啊，明天见，家人们，谢谢咱直播间每位好朋友们啊，谢谢大家伙，拜拜，家人们，拜拜，明天见，谢谢，拜拜，家人们。